2006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十方中华儿女，大家好，我是台湾维新宗门下弟子张新芳。我们知道孝道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美德，所谓的饮水思源，返本报时，而进一步弘扬孝道的方法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祭祖，而祭祖也正是天下太平的起点。为了天下太平的理想，台湾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连续2年在台湾举办了联合祭祖大典，而在2006年元旦的今天，同样也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了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这是第3次的祭祖大典了，当然具有圆满和收成的重大意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神圣庄严的祭祖大典会场。现在让我们进到祭祖坛来看看，我们看到2个金龙所拱着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轩辕皇帝的圣像。我们坛城上面供养了非常多的鲜花和素果，以及点燃了无数的光明灯，象征中华儿女灿烂光明的未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华的三祖轩辕皇帝、神农炎帝以及九黎蚩尤帝。接下来我们看到坛城的两侧供奉的是中华民族历朝917位天子帝王的圣灵，再下来供奉的则是15615个姓氏的祖灵。我们平常说百家姓百家姓，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原来我们的先祖的姓氏有这么多，是这么的丰富。21世纪已有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大典开始。十方中华儿女同胞们，维新宗创于2001年11月4日，法脉道统源自中华始祖伏羲世祖，一化开天，再化辟地，源远流长至今已7000年了。今天的祭祖大典是全中华儿女的殊荣，亦是展现中华儿女的团结与相近之心。民主殿堂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台湾各县市长、乡镇等各阶层的官员也都回到列祖先贤的灵前祭拜，以香花供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是法喜的开始。
各位十方中华儿女同胞，从此开始，这座是中华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人间净土的基础，也是中华儿女生命点燃光辉的开始。在林口的国立体育学院综合体育馆，一心奉请列祖先贤圣灵来驱大典，并由浑元禅师及门下法师弟子们带领中华儿女奉请祖灵灵坛，除了香花供养之外，亦有当下150亿中华儿女天人合一、天人共舞的欢乐，这是历史法喜的一刻，大家应该静心领受天人合一的法喜。现在，让我们在悠人剧场非常具有震撼力的神鼓声中，揭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的序幕。鼓在过去曾经是战争用来壮胆的法器，但是鼓同样也是能够激励人心的法宝，可以为人们带来活力和希望。悠人剧场是台湾首屈一指的表演艺术团体，他们曾经在世界各国进行国际巡演，他们将修行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优秀的团体。神鼓的震动声中，已经唤醒了中华儿女的心和先祖的心。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奉请祖灵的仪式了。大典主席浑元禅师即将带领维新宗门下弟子及法师等，以恭唱圣歌的方式恭请祖灵光降会场，并且接受供养。及门下的法师弟子以庄严的队伍行进，已经登上了祭祖坛。在场的40000多名中华儿女也都起立合掌，恭迎大典主席主持祭祖大典。
金色龙像震动大地，宣告祭祖大典的仪式的开始。混元禅师右手拿着拂尘，左手拿着天地盘，为中华儿女所居住的净土加持，希望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现在大典主席混元禅师带领维新宗全体弟子以及在场的4万多名中华儿女起立合掌，上香奉请祖灵。西式接下来我们奉请的是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的祖灵。
情的是神农炎帝的祖灵。接下来我们奉请的祖灵是九黎蚩尤帝。请的祖灵是历朝的天子、帝王以及总统的圣灵。奉请的祖灵是中华民族15615个姓氏的祖灵。这场联合祭祖圆满大典的仪式都在圣歌圣乐之中进行着，我们可以感受到优雅柔和的音乐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你我的心灵，也衬托出整个祭祖仪式的庄严与平和。心奉请列祖列宗的圣灵之后，我们希望祖灵们能够接受后代子孙们的香火以及鲜花的供养。
现在全体的中华儿女恭诵祭祖真言，借着声音的频率，将追思和供养的心意传达给列祖列宗，恭请先祖的圣灵进入祭祖大典会场，接受供养。中华儿女以真心真意一心奉请列祖列宗的圣灵之后，祖灵已经降临到祭祖大典的会场了。现在大典主席混元禅师带领全体人员进行祭拜，也希望祖灵用慈悲心和欢喜心接受中华儿女的祭拜。一心奉请中华始祖伏羲氏列祖圣灵诸眷属，再拜！一心奉请中华先祖轩辕黄帝祖、神农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诸眷属，三拜！一心奉请中华民族
列祖列宗绝灵诸眷属。一拜，祈求世界皆风调雨顺。奉国一拜，祈求中华民族大圆融。奉传一拜，祈求世界人类真和平。各位十方中华儿女同胞们，祖德流芳亿万年，身为中华儿女，我们无立场在祖先面前说话，所以只有以祭祖文表达中华儿女的心声。现在恭请祭祖大典主席维新宗宗主文渊禅师主祭，恭送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祭祖文。现在祭祖大典主席文新宗宗主文渊禅师将代表中华儿女恭送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的祭祖文。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祭祖祭文，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辅以赤诚之心上行，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氏地主，大慈大悲中华先祖轩辕黄帝祖，大慈大悲中华先祖神龙炎帝祖，大慈大悲中华先祖九黎蚩尤帝祖，大慈大悲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诸祖灵诸眷属，大慈大悲中华民族九百一十七位天主帝王总统诸眷灵，今为中华民族三祖儿女代表，以天运岁次已有年十二月二日未时，西元二零零六年元月一日，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有为新宗禅寂山仙佛寺、大凡寺、三宝寺、大安寺、中立道场、高雄道场、屏东道场、宜兰道场、花莲道场、台中道场、台南道场，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子学士研究会、日月潭皇帝文教基金会、仙佛寺医药出版社、南天文化院暨云梦山八卦城联合主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汇集全球中华民族儿女十四亿七千万人民代表，虔心奉请列祖列宗诸圣灵祭诸眷属诸祖灵来喜会场，承天微光真言加持灌顶，列祖列宗灵光普应三重天，婚年行道千万劫来，
本愿天下太平，乃为民族修道，为人类之福，更发愿化解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黑暗时期之天运，迈向未来光明五千年，祈愿中华文化道同，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三祖文化传古今，历史记载多不平，荒有悲怨照三千，神龙炎帝大一王，日常百药中百毒，医生医心亦亦养心，教民务农育万民，宣言皇帝大智慧，中华文化自始兴，创造文字立文明，百业宏展古至今。蚩尤大帝本英雄，统御部落八十亿，冶金炼钢铸鼎器，科技文明自此起。蚩尤大帝本慈悲，领导子民遍华北，工业技术开先锋，尊封工业祖师公。蚩尤大帝大智慧，其功德横五千年，历史偏在谁敢问，忍辱含冤古至今。不念继子求平凡，当下此时已深思，同是中华三祖先，理应敬祖还清白，唯愿当下诸子孙，权贵在位修智慧，共邀商议抹平凡，方敬列祖大孝道。祖先有恩非国福，祖孙无志难平凡，唯愿列子显真灵，督促子孙起良心。不念有心在此叩求，蚩尤弟子啊，冤未除，若欲不念尽孝心，加持不念信心与智慧，共创民族大圆融。中华先祖诸圣灵五千年来恩怨分裂民族情缘，今有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祖灵来及大典会场受纳祭拜供养听闻心声，容心有不安啊，故不念与今日今时，在列祖列宗圣灵座前宣布成立为新宗，以为列祖列宗圣灵之一归一拜再拜三拜。福愿中华民族始祖暨中华三祖慈见，不念当愿弘扬中华文化道统与天下，直至永恒，上来真情上扬。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圣灵慈见，唯心中宗主不念禅师带领中华儿女代表叩拜一拜再拜三拜。天运岁次已有年，十二月二日，2006年一月一日。现在我们大家以虔诚的心感谢宗主
为中华儿女祈祷。现在我们奉上宗主以及法师会长。